Hello, Ma. Boy 啊，我煮了饭呢，记得回晚上可以来吃饭。哎呀，我忘记啊。你知道啦，我有大客户要见啊，很忙的嘛。我是忘记啦，下一次好不好？哦，补偿你啦，哦，乖啦。Sorry 啊 ，Sorry 啊，哦。Hello, 妈，什么事？我煮了饭菜嘞，还有你很喜欢吃的咖喱鸡，记得回来吃饭呢。啊，不行哎，今晚我约了我女朋友吃饭。嗯，下次了，下次 ，OK？ OK 咯。Hello， 林啊。Hello， 妈的。我今天煮了咖喱鸡，你回来吃饭吗？啊，这样 last minute 我没有空啦，你叫阿伯跟阿弟陪你吃咯。他们两个 last minute 没有空啦。哦，那就是你一个人吃啊？对咯。啊，没有关系啦，没有关系，我回来陪你吃啦哈。啊 ，OK OK， 啊，今晚见，拜拜。真的要孩子陪你吃一顿饭都很难。Hello, 姐啊，哎，迪啊，今晚回来吃饭啊？可是我陪我女朋友哎。女朋友很重要吗？回来吃饭啊 ？OK， 现在就回来。嗯。哎呦 ，Hello, 姐啊。哎，我呀，你今晚没有回来吃饭吗？啊，今天不可以啦，你都懂我很忙的吗？要见大客户嘞。客户是要接，但是饭也是要吃的嘛。哎，妈的，只是要跟我们吃一个饭呢，有这么难吗？那我跟你说，钱是可以赚，但是妈的只有一个。啊，我不管了，你看完你的客户回来吃饭就是了，我等你 ，OK？ 啊，好啦好啦，哎呦，啰嗦。看吧 ，I'm Mr. Lim 啊。Can I change the time to slightly a little bit earlier? Ha, just a little bit only. Ego, so nice of you. Thank you. I see you later. okay. 哇，时间刚刚好啊，妈！总算赶得及来吃啊！啊，都是我喜欢吃的嘛。还好是我出马，他才回来的。啊，你面子够大嘛！滴滴娘，滴滴娘，滴滴娘妹，你看，刚才也是大哭喝。哇，有我出马，他 close 掉了，所以啊，等到拿到 commission 啊，请大家一起去吃一个大餐好不好？你讲的哈，恐崩啊，恐崩哈，来来，等一下有没有时间哈？啊，没有时间你们煮喽，我负责吃啦。还有你啊，下次带女朋友来啦。对啦，整天学刘德华，天若有情。Surveillance Zone, your one-stop security system provider.Complete security solutions for your home and business. Call now 6256-7776. 6256-7776.